五彩缤纷的烟火是由物质所储存哪一种潜能转化而成？烟火的光是由烟火中金属离子受热，其电子由基态吸收能量到达激发态，接着再由激发态回到基态时会光的形式释放出。然而不同金属离子所释放出光的颜色也不同。然而我这时候是由烟火中的火药还引爆会产生大量热，让金属离子受热，因此是由化学能转化为光呢，所以答案为 C 选项。